家好，今天带大家逛一下多伦多的华人超市太极。看门口就堆着一堆拖鞋，还有玉米，还有西瓜。前面呢有个小篮子是让你去购物的，拿着去看一看吧。然后在门口还放了一些超市的海报，今天有什么特价呢？都在上面。好吧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。这是飓风葡萄，9.9一磅，还有白玉香瓜，1.98一磅。哇塞，这边都是水果区哦，这里有红毛丹啊，还有小橘子、菠萝、橘子，还有木瓜，还有一些橙子，都不是很贵。这边的水果都是特价的多，所以它摆在一边。还有呢，前面这里也是水果区，这边就是蔬菜区了。你看，好多的灯笼椒啊，番茄，还有这也是提子，有各种各样的提子，有红提、黑提，都是3.99左右。还有呢，前面还有芋头啊，还有白萝卜呀，还有番薯啊。这边就是卖菇的，有金针菇啊，还有你看苦瓜，还有豆啊，还有啊，各种各样的蔬菜都有，只有你想得到的就有的卖。玉米也是1.99一包。这边还有辣椒啊、蒜心啊、大蒜啊、葱啊、芹菜呀、还有毛瓜，0.99，太便宜了。还有呢，这个是雪豆散装的，还有上海苗，这边是一大堆的瓜，这都是各种青菜。这边是调料区，调料品有各种各样的酱油。前面呢就是专门卖肉的地方，这是可以散装称的，你想要多少就可以称多少。还有这边呢，这边就是酱料区，有各种各样的酱料。哎呀，有辣的，有酸的，有甜的，可以下饭的哦。如果不想买什么菜多放，有些人就单单买这些，买做菜单，我吃不惯呐。这里呢还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榨菜。这边呢是日式的料理，这边就是那个蛋黄酱，很受欢迎的，用来做沙拉，还有各式各样的酱啊，还有午餐肉啊，还有料酒啊之类的。这边呢还有一些小零食，芝士薯条、芝士圈，还有呢就是酱油，这是我们喜欢吃的生抽，有小瓶的，还有大瓶的。这边呢还有一些辣辣的魔芋爽，还有辣条，你看辣条要搞特价了。还有这里有山楂片，1.29每一包。还有呢，这边有好多好多泡面呐，各种味道的泡面都有。还有这边是煲汤用的，还有一些就是各种鸡精啊、调味剂、鸡粉啊。还有这边呢，泡茶的、咖啡呀、卖茶茶叶都在这一块。这边就是冷冻区，有各种各样的冷冻食品。这边呢还有各种各样的冷冻鱼，什么鱼都有基本上。哎呀，但是我不大会煮啦，有很多鱼也不算很贵，3.99、5.99、6.99等等等等，搞特价的时候还可以更便宜。
这边是各种小点心，有饺子呀，有还有一些肉丸之类的。你如果喜欢吃肉丸，不想做什么肉，就可以在这边买一点肉丸回家，就可以用来做面条。这里还有一些各种小吃，都是冷冻的。这边呢，这边是像你如果喜欢包饺子啊，可以买饺子皮。这边还有馒头，红糖馒头啊，还有直接的白馒头。这边是果汁，各种各样的果汁都有，还有酸奶，味道还挺不错的。这边各种各样的酸奶都有，有还有这边有卖鸡蛋的，有一些呢还带有 Omega 3。这种鸡蛋呢是也有很多人买，稍微贵一点点，但是可以有优。这边呢牛奶也特别多，特别大包，一包里面呢就有三大袋了。这个还有一些鹿排贡菜，哇，才真没吃过这东西。还有呢，这边是各种各样的冰淇淋哦，夏天的最爱。哈根达斯的冰淇淋也不是很贵，6.99就一小桶啦，放在超市里面买。这边是卖面包的地方，这个面包呢在国内估计也有吧，还有这种各式各样的面包，有甜的咸的都有。还有回来逛一下这里，看看其他的。这边就是你想吃什么早餐包，可以在这边买了就拿来蒸，这是最快的早餐方式啦。还有一些冷冻玉米都有。这边就是卖各种各样水类产品的，水产品有生蚝啊，有螃蟹啊，生猛温锅滑螃蟹，还有呢就是大龙虾，超级大的大龙虾，特价的时候才9.99一磅啊。这边呢还有很多各种水产品，鱼啊，看这条鱼好大哦，还有这边的油水鲤鱼也是超级大的，只要4.99每磅。新鲜池鱼也是2.99每磅。这边还有一些带鱼啊，还有三文鱼快卖光啦。这里还有有头白虾，这边呢还有一些大墨鱼啊，三文鱼鱼头啊，一大篮子。这边呢是卖各种各样的，哎，这边有腊肉哦，平时也会买一点回家是吃，感觉味道还不错的。这边还有猪红啊，各种牛腩啊，还有牛肉，各种各样的牛肉都有。平时呢买肉还是多吃点白肉会好一点，当然红肉也可以吃啦。这边还有一些面筋啊，你看这些牛展切块的，这些都是包装好的，不能挑多少，你就看着自己喜欢的分量去买吧。还有啊，这边还有兔子肉的，偶尔买一下也能吃好多天呢。还有鸡爪，喜欢吃鸡爪的也能买。还有这里有火鸡哦，平时感恩节有很多人买的，我试过买一只吃了整整一个星期呢。这边还有鸡心，各种各样的鸡都有。来看看这边有什么鸡，这是乌鸡煲汤最好啦。这个呢就是不带抗生素的走地鸡，还有黄油走地鸡，还有一些鸡壳呀，专门还有一些鸡翅呀什么的，很多，还有鸡胸肉，还有整个鸡一大块。这边的鸡呢感觉还是走地鸡好吃一点。哎呀，又逛到这边卖肉的地方吧，买看看他们的大概价钱吧。其实最便宜的就是那个瘦肉碎了，才1.99一磅，
还有这些肉呢，基本上都是一大块的，你买一大块可以吃很久了。现在我们走出去看一看收银台那边吧，这边是卖瓜的地方，西瓜呀，哎，还有大树菠萝，好大。这边就是卖苹果，各种各样的苹果都有，还有香蕉，在这边也是相对便宜的，0.99一磅。这边就是收银台啦，亮灯的就表示在营业当中的。然后呢，你可以使用微信支付啊、支付宝支付，还有 Visa、Master 各种信用卡，还有 Debit 就是那个平时储蓄的银行卡也行。快到中秋节啦，看一下这月饼29.99，还有这边是25.99，这边是卖米的，有高级香米、东北圆米、泰国香米，各种米都有。还有呢，这边卖面粉的、卖可乐的、可口可乐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饮料。好啦，中秋节快乐了，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阖家团圆幸福，和和美美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，以后再播哦。